大家好，我是基德。作为一名吟游诗人，至今还没有给大家吟过一首诗，实在很惭愧。这期视频开头就先给大家念一首诗吧。转来城外百尺桥，发声飞步玉林霄。关关鸟问行程处，注目云深海上潮。煞煞煞，写的真煞。诗词大意总结起来就五个字，我要出去浪。猜猜这首诗的作者是谁？既不是李白，也不是鲁迅，更不是周树人，他是 AI。 是的，为你写诗的不一定是吴克群，也有可能是人工智能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追科幻美剧《西部世界》第三季，里面主要讲的是机器人女主德妹觉醒后潜伏到人类世界，想要取代人类。看剧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未来人工智能真的会取代人类吗？可能这个话题有点远，我们把时间拉近点。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哪些职业？哪些职业又不会被取代？我们先来做一个选择题，以下几类职业中哪种最有可能先失业？ A 老师， B 司机， C AI 工程师， D 吟游诗人。请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好，公布结果，答案是AI 工程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业内的段子，想表达的是现在 AI 行业泡沫很大，大家都在天上飞，现在有多少智能就得要多少人工。其实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都会经历这样的时期，就像2000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破灭一样，我们总是高估未来一年的变化，而低估未来十年的变化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们要讨论的是未来30年的职业变化，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看热闹，不用担心说到自己的职业就觉得自己家房子马上就要塌了。没那么快，这期视频不贩卖焦虑，只提供一个看未来的角度。麦肯锡公司曾经出过一份报告，预测未来几十年人类社会将近一半的职业都会被 AI 给取代。那到底是哪一半呢？首先，大量机械的重复体力劳动是必然会被替代的，比如流水线工人、收银员、银行柜员，像这些无他为首熟尔的工作岗位，人工智能表示我上我也行啊。这种替代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发生了，最近几年出现的大量无人经济产业就是很明显的趋势，比如无人零售、无人酒店、无人机送货。再升一级，影响更大的就是无人驾驶。在西部世界里，我们看到的未来全是无人驾驶汽车，车内只有乘客座位，没有驾驶位。无人驾驶普及后，司机这个职业将会彻底消失，以后可能马路上是不准人开车的。不要觉得这不可能，想一想，现在马路上还能骑马吗？以后开车可能会成为一项娱乐活动，人要是想开的话得去专业赛道。有朋友可能会说了，比体力不行的话，比脑力还不行吗？这得看比左半脑还是右半脑了。如果是比运算能力、数据处理能力，那还是洗洗睡吧。西部世界里那个储存了地球上每个人数据的雷和波系统，就是 AI 大数据的终极应用。它可以分析并预测每个人的行为，所以未来跟数据收集分析相关的分析师职业被替代的可能性也很大。这就像我们不能跟汽车比赛跑，跟挖掘机比挖坑，我们能比什么呢？跟挖掘机比炒饭。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，未来哪些工作不容易被 AI 取代？虽然冷冰冰的机械工作被取代了，但我们可以做有温度的工作，比如像服务业，像这种欢乐颂服务必须得专业团队来做，你请个机器人跳太僵硬没那味，到时候客户一不高兴把棺材板都给你掀了。未来社会机器越多，人文关怀就越珍贵，所以那些需要同情心同理心的职位就很难被替代，比如护士、心理医生，还有那些需要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职位，比如老师，也是很难被替代的。因为短时间内人工智能很难跨越语义鸿沟，比如你问小爱同学这朵花是什么颜色的，他告诉你是红色，你理解的红色是基于红色这个语义来的，而小爱同学理解的红色是基于色彩数值来判断的，这中间就会形成语义鸿沟。所以简单的沟通人工智能还可以应付，如果复杂的话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直播带货的主播就很难被 AI 取代，毕竟这是一项需要沟通的交朋友行为。不挣钱，交个朋友。你恐怕不会看一个机器人在那交三小时朋友吧？买它买它买它。还有一类不能被取代的就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，比如科学家、作家、导演、诗人。虽然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什么人工智能设计师，一秒钟设计8000张海报，还有新闻写作机器人，一分钟写一篇新闻稿件，还有 AI 诗人，一天能写1000斤诗，但目前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太模式化了，以现在的人工智能水平远还没有达到可以取代创意人才的地步。包括前几年网飞宣传的大数据拍剧，纯属宣传噱头，不然也不会烂尾。至于前段时间很火的 AI 换脸啊，也就图一乐，要说演技还得看真人。至于以后会不会发展出强人工智能取代这些创意职位，那恐怕就不是我们这代人考虑的事了。
如果说农业社会把人从茹毛饮血的荒野中解放出来，工业社会把人从土地里解放出来，信息社会把人从机器里解放出来，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就是把人从身体里解放出来。我们不再为这副皮囊而活，而是花更多时间去追求有趣的灵魂。等人工智能接替了人类大部分工作，我们就要重新思考人生了。比失去工作更可怕的是失去意义，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保安三问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这样一想，未来只有一种职业是铁饭碗，那就是哲学家。 That's good。扯远了，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问题，未来哪些职业不会被 AI 取代？总结起来主要有两大类，一是有温情需要人与人沟通的工作，另一种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。如果你是家长，在孩子教育这块估计得重新思考一下，传统工业社会那套人才培养体系会渐渐土崩瓦解。如果你是学生，对自己未来职业选择也要看得更长远一点，个人奋斗固然重要，但历史进程更是不可阻挡。当然，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，我对人类还是比较乐观的。人作为万物之灵，不会那么轻易被取代，我们总能找到出路。技术只是我们进化的工具，独特的创造性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，而人工智能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终极工具人。